来看气象局是提醒，今暗到明仔早，北部东半部加金门马祖，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雨。另外，气象局嘛预测，今年冬季平均的气温是瓦罐正常，雨量是偏少到正常机会较大，可能有两到三届寒流。已经到十一月底，气象局回顾今年秋天整体平均温度偏暖是15.7度，到月到十月温度感受较舒适。到十一月目前为止，有13站均温是历史上同期上温暖，有机会创十一月上高温的纪录。不过今年冬天反盛行年，平均气温接近正常，雨量是偏少，甲正常几率较大，可能会有2摆甲3摆的寒流到台湾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柱状图是代表反盛行的几率，在这个冬天以前反盛行的几率都还是相对比较偏高，一直要到春天以后，明年的春天以后，整个气候预估会回复到正常的形态。天气也影响到票率。半夜之时，东北季风小可增强，北部、东半部地区甲金门、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，其他地区甲澎湖是单山短暂雨的天气形态。出门依然爱加扎雨具，而且到下礼拜二的下晡，搁有一波强冷的空气到位。今明相对昨天来说是比较明显趋缓一点，但是要提醒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或上半天的时候，还是有一波水汽会通过。而天气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，落在周一到周二的上半天，到时候周二下半天之后，新的一波东北季风报道，到时候温度会再比较明显下降一些。为了更加精准提供民众有无资讯，气象局为十一月初一开始发布各县市低温特报的时阵，也斗阵提供更加详细乡镇市区低温定号，避免县市单一定号无法度完整呈现各分区乡镇地形或在低温情形，也予有无更加详细在地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